么同时呢，哦 ，Amazon 的家的我们的台湾及香港总经理王定凯总经理也有来到现场哦。那么现在就有请王定凯总经理来到场中，掌声欢迎，欢迎王总。哦，是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有请 AWS 台湾及香港总经理王定凯总经理来跟现场所有的同仁以及家人们来讲个几句话。哎，各位球迷，大家好。好。哎，我们同事坐在哪里？好，我们同事坐在那里。好，那个各位现场的球迷们，好，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很高兴啊。亚马逊在台湾的团队，今天呢到现场来跟大家一起看球。那这个亚马逊，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有很多现场的朋友呢，是我们亚马逊的客户。我们在台湾团队有很多、哦，我们在台湾团队有第一个，这个我们把台湾很多的产品啊放到全世界的亚马逊的网站上面，把台湾的优质产品呢对全世界做销售。它是我们 Global Selling 的 team 啊。然后呢，第二个。亚马逊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 team 叫 Amazon Web Services， 就是做公有云的。那各位朋友有的知道公有云的，不知道公有云，那我讲一下我们的客户啊。我们的客户像是 Netflix 啊、Airbnb 啊、Uber 啊，那台湾的很多的新创也都是我们的客户。台湾很多的大型企业，台塑、台积电。也是我们的客户，很多的零售商也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也很感谢这个台湾厂商跟客户对我们的肯定。好，那第三个，我们在台湾也有这个本地的机房，我们的机房正在加紧赶工当中，明年就会这个在台湾落地跟大家见面，所以全部台湾的朋友们都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机房。那最后。我们还有其他 team 哦，我们目前啊、有一个叫做 Ring 的 team， 他做什么呢？就是做那个家里面的这些治安防护的。那我们亚马逊目前也正在打这个低轨道卫星啊、哦，各位如果有注意到新闻的话，未来的六年内，亚马逊会发射3232颗卫星到这个低轨道的外太空，提供全世界啊、这个无限宽频的一个接取。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球场，我今天第一次穿我们的球衣，啊，这个球衣是我们亚马逊呢有一个员工的一个球队，啊，所以这个今天穿这个球衣到球场上来跟大家共襄盛举。好的，那我就这个跟各位感谢的现在，那也祝福今天这个天公作美，可以让我们球迷也好，球队也好，在这里。完完全全的来自完整的一个比赛。好，谢谢大家，谢谢。耶、谢谢 AWS 台湾暨香港总经理王定凯总经理给大家的勉励。好，那现在就可以有请王总，可以回到场边来稍作休息，准备要来一起观赏今天精彩的比赛。